验吗？嗨，什么 number？ 嗨，嗨，大家好，我又来了，不好意思，迟到了几分钟，因为刚才肚子痛，跑去打了一个便，所以现在刚刚出来。那个是 extra 的。No, oh my god. Okay, hello, hello, Jonathan, Yo, Samuel, Huang, Sam Lau, 你又来了，看到你了。Ching Wei Tan, 你好。Hi, 大家好。Hello, Carol. Hi, 来，有笔都盖住了。今天宅宅宅，你好。卢宝珠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Yeah, 没有啊，这个是赶回来要陪大家聊天的一个直播，因为呢，今天不一样的东西。Hello, Stephanie Xiao, 你好 ，Peter Chu, Hello, 哎 ，Peter Chu, 老板你好，没有洗手，我洗手了，很香了。现在 ，John Sao, 你好 ，So, 你好，味道很重，没有，我大便很香的，不会臭臭的 ，Very smell, very good one. Chen Wei Tan, Joyce Ang.你看，我很久没有回来这个地方了 ，OK， 所以终于回来了，然后来陪大家聊天一下子。因为今天呢，开第二场直播要陪大家聊天。梅英恰，忧郁症，聊什么？什么都可以聊，你们要我聊什么就聊什么。刚才回家的路上，哇，一直跑，因为怕迟到。聊天会哭？没有啦，没有师傅不会哭我今天。嗨 ，Tom Ng， 喝水先啊，所以喝水先。没有啊，这个不是粮仓啊，这个是自己的，没有赚钱的。今天的这个第二场没有赚钱的，聊天而已。嗨 ，Shirley Lian， 何文迪你好 ，Aaron Tai。樱花料，你们有打算出国吗？你看，既然现在都开放了，又是20，没有，今天confirm超过20分钟，confirm超过。郑桂林有读错吗 ？Today selling what？ It can go my cardigan, my T-shirt， 一个黑一个白。如果我卖衣服，你们要买吗？如果我卖我的衣服，你们要买吗？因为已经做好了，然后我还没有找到一个时间to卖，所以如果你们要的话，你们打要吗 ？Why you open live big hit？ 我说 open， Oh my god， really 啊 ？I didn't know big hit open live。可以大大声叫我名字吗 ？Esmond Lim， hello。哎，在in my bag， 你要是拿我的 bag， 在后面那个箱子里面。Hi， Alex Low， 你们几号会来槟城？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是18号。妈妈说聊天会怀孕的，没有，我妈咪讲要牵手才会怀孕，聊天还不会，因为有距离啊，牵手才会哈。Carol Go， Hello， 我今天看到很多新的朋友，我终于不是一样的人了。Kelvin Chua， William Do， 去韩国，韩国六月会去，讲聊天，结果也是卖东西，没有，真的是聊天，那顺手卖。卖衣服啊，卖我衣服。Only you, Wang Lei and Joe going to Paris, London and Italy. And 师母，就我师母哥哥。巧儿带团啦，我报名。我没有带团过嘞，然后我会怕嘞，因为我不懂带团要做什么东西耶，要几时卖？有，你有看到哦？我不懂要不要卖耶，因为哦是做好了啦，做好了。You selling at gratitude luxury? No. Hello, 财英珠 I saw you, Sandy Wei. 我以为你十号会来槟城，没有，我们十八号才飞。What will you sell in Korea? 还不知道嘞。How is your 师傅 feeling? I don't know 嘞。I think he now in another life, right? 他在做一个 program 的。Me new come your life. Hello, Mike Yan, 你好。有签。就要送什么意思？我要买鱼，买鱼的话是星期天 ，Sunday 哈。李慧琴 ，Hi，What 哈 ？You don't have to study anymore, so busy. I still need to study. 巧儿陈雷讲你每天爆到肥了，我哪里有肥？我还是瘦瘦的嘞。然后我没有每天爆。Are you going Bangkok？
如果没有错的话，我们应该是七月会去。七月叫我二哥 Wilson Bobby Hi What makeup foundation you use? Oh OK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不用 foundation， 因为我很懒惰用 foundation。 可是和我觉得用 foundation， 我的皮肤，因为我皮肤偏干， OK， 我皮肤偏干，所以如果我放 foundation 的话，我觉得说很会太厚，然后有时候会很 cakey， 所以我很不喜欢放 foundation。 所以 what I use right is just like you know those two way cake， 你要讲啊，就是那种粉，用粉而已，我用粉而已。然后好像如果有 pimple scar 这些哦，我都是用 concealer 盖过，然后上一层粉这样而已，我不放其他的东西了。你们来槟城哪里？还不确定哎，因为行程还没有出。有来马六甲玩吗？这一个月好像没有，这个月好像没有。So Arjun， Hi everybody， 你好，你在哪里？我现在在一个 office 里面。经常做直播的一个 office。 你卖的衣服马来西亚买得到吗？买得到，马来西亚买得到， OK， 买得到啊。有赚就回馈粉丝，敢敢送送送， OK， 我是要送，可是和这个不是，这个是合伙一个 collaboration 来的，所以和我要送哦，一下我要后面，我后面会送， OK， 我后面会送。How much 啊 ？Later, I tell you how much。巧儿，快点唱歌给我听。OK, Sally 单生日。来 ，One, two, three,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Sally 单。祝你身体健康，青春永驻，奶奶大力一点，屁股永远翘翘。然后我们槟城再见 ，OK。Happy birthday to you. OK, Happy birthday, Sally Tan. 然后有很多人讲要看我的衣服，那我的衣服来了。可是和我要跟大家讲哈，我的衣服最小的 size 是 M， 为什么呢？因为和我的风格是喜欢穿大大件的衣服嘛，所以我这次的衣服呢都是会比较大件一点点啊，所以我都是从M size 开始的 ，OK， 所以我先给你们看啊。如果你们要下单的话哈，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这样下单。You think you can help me to put two? These two? I think never mind. Just WhatsApp me, OK? Just WhatsApp me. And then 哈，如果要下单我衣服的话呢，你们可以在Facebook PM 我 ，OK？ PM 我的这个 page 啊，我给大家看啊，有两个颜色 ，OK？ 就是黑色跟白色。然后为什么我会讲这个是一个 collaboration 呢？是因为呢我的这个衣服呢是龟苓膏的老板他们赞助的。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觉得说，你看我一直卖龟苓膏卖到很多，所以就变了龟苓膏公主。所以这次呢就出了一件衣服，这个 size 是 XL 啊，所以会比较大件一点。But the largest size I have 好像是 2XL， 所以很大很大件 ，OK。所以这个 design 呢，就是我，可是他们讲话了又不像我，可是是因为我一直戴帽子，再来呢有我的这个老虎牙 ，OK， 还有这个龟苓膏，所以这个 design 呢是我的第一件衣服，然后这件会比较大件一点，因为是 XL size， 它这件是 XL， 我可以等一下可以穿过啦 ，All right。然后呢今天呢是要卖很 Q 哦，很 Q 哦，我的 size 是 M to 2XL 啊， M size to 2XL， OK。 一件呢我有黑色跟白色啊，这个是白色， OK。 And then the next one， why she bogey? That one is not bogey, that one is this one. You see my teeth like the same, you know, same OK。 然后 quality 好吗？就是我们普通卖鱼哥的那个 quality 一样卖鱼哥 quality， OK。然后下一个呢就是黑色的，黑色的呢就长这样子。OK， 我现在是晚上穿它睡觉了，哎，每天晚上穿着我自己睡觉。OK， 然后这一件呢是黑色，长这样子的。OK， so this is the black color one。如果你们要下单衣服的话，你们 PM 我哈 ，PM 我。OK， 然后呢，新币卖一件呢是20块包邮 ，$20 include delivery， OK， $20 include delivery。你跟我讲你要什么颜色，然后什么 size， OK， M to 2XL 啊，那个 size 是 M to 2XL。
然后呢，马来西亚的朋友，如果你们要下单的话呢，是马币38块包邮，马币38块包邮。然后马币的话，马来西亚朋友要下单的话，你们现在去 WhatsApp 0182182727 ，OK？ 新加坡朋友 PM 我，然后我会亲自把你们的 order 送出去 ，OK？ 然后马来西亚要下单的话呢，是去0182182727 ，OK？ WhatsApp 我们0182182727 ，PTP 啊 ，PTP 啊，你给我一下子哈，我要跟我的助理拿。可以给我的衣服的尺寸的 PTP 吗 ？PTP 吗 ？OK， 然后你们可以先PM 我，然后我等一下会send 你们那个chart， OK， 那个 size chart。Must bring your name on 吗 ？Haven't yet。PM 我的 messenger 对 ，Can give the chest size， can yet I will send you 哦，懂吗？东马可以，东马一样 WhatsApp 0182182727，只有两个 color， 黑色跟白色，黑跟白，黑跟白。如果要签名的话，哈，马来西亚朋友，如果要签名的话，你们在那边，PM 我的0182182727，然后我去马来西亚再签 ，OK。然后新加坡，如果你们要的话是可以啦，一样哈。啊，后面是没有东西的，后面是空的 ，OK。The behind is empty。Behind got nothing one. Only got two color lah, black and white color. M to 2XL. Alright, 20块新加坡包邮，马来西亚也是包邮，马币38。OK 啊，新加坡朋友 PM 我，然后马来西亚朋友要下单的话呢，一样去0182182727，两件有签名吗？可以啦，你跟我们讲你们要我签哪里，可以可以，你们可以 PM 我，后面空的，我可以签在后面，后面那个。我就签在后面这边好吗？我签后面这边就变成有多一个 logo 这样，还是你要我签前面？你要我签哪里都可以啦，都可以。新 dollar is $20啊，新币20块，然后马币呢是38块，都是包邮啊，都包邮。OK 啊，新加坡朋友 PM 我，马来西亚朋友 WhatsApp 0182182727，穿看看。OK， 我穿白色给你们看。哇 ，I wear 啊。OK， 然后穿了过后呢，我要跟大家讲另外一个东西，几时可以收到？马来西亚应该蛮快呀、啊，马来西亚应该蛮快的。新加坡的话，你们给我大概5到7个工作日，因为我自己要送货。OK， 然后这个是我穿，哎呀 ，OK， 那我穿的时候，这个是 XL， 我现在穿的这个 size XL 啊，因为它是大件，可是比较长一点。如果你们不喜欢那么长的话，你们可以选择 tuck in。可是我是比较喜欢长一点的衣服，因为可以 cover 我的 hump 跟我的屁股。那应该印我的名字 ，OK OK。可能下一个我会印我的名字 ，All right。如果你们有 Malaysia 的地址，你们可以马来西亚那边下单。Washing machine wash or hand wash can do washing machine 啊 ，washing machine 可以的，只是你反过来咯。我 usually 我是用 washing machine 的，可是 washing machine 洗了过后，我有时候会摇摇一点点，就拿来烫烫一下子咯。巧儿什么哈？可以放特效啊？哦，你要放大个脸啊？可是等一下我的 pimple 全部看到完，你亲自送货吗？没有，我亲自包货，亲自包货而已。OK， no self collection 呢 ？Because everything include delivery. Shirt too long can cut short. Can not you own self cut?我只有 M size to 2XL 啊，我没有 S， OK。所以今天我到底要讲什么呢？讲了那么久，今天我是要问大家， OK， 100% cotton？ No way， I don't think it's 100% cotton. Let me take a look. I think they never write here, but I don't think it's 100% cotton. But it's cotton 啊， but it got cotton mixed with polyester.Alright， 巧娃的衣服，对对对，是我的衣服，你们要我签哪里都可以。OK， 我要号码你写下来哈。OK， how to order？ OK， Singapore want to order right？ You PM me， PM 我的这个 account， OK。然后马来西亚如果要下单的话呢，你们可以 WhatsApp 0182182727。他们讲要看黑色，等一下，这样子只可以看到我的身体，看到我的脚，看不到我的头。多少钱？新币20块，马币是38块马币。OK， 因为啊，我现在我的货有限啊，在新加坡的货有限。如果 order 到 over 了过后，我可能需要你们等
等一下子等货进来，我再可以送出去啊。我现在有的货，我会尽量先出到完 ，OK？ 我会 update 你们哈，我会 update 你们。See the black one, this black one is 2XL， 你这个 size 是 2XL， 那 2XL 也是我也是可以穿的，我什么 size 都可以穿的 ，OK？ 只是它看起来比较长一点 ，OK？ We are can see the whole thing 哦，那它我裤子是穿到这边 ，OK？ But then 它是。裤子这边，衣服到这边，就变成好像一条裙这样，很简单的一个衣服啦。你们要穿睡觉都可以啊，穿穿坐抹地吧啊，随便的随便的，不要让我知道就可以了。OK， 新加坡跟马来西亚都是包邮。How big the M？ 哇，这里是 2XL 哎 ，M 啊 M 啊 ，I wait for the size， they haven't sent me 哎，等一下啊，我在等。Yes， size chart。Size chart， wait 啊 ，size chart， have， OK， 好吗？所以要下单的话啊 ，can have orange color， can can can， 那个 size chart 的话，你们可以先PM 我，我会发给你们。然后Malaysia 的话一样哈，黑色比较美。对啊，我只有两个 color， 黑跟白。要下单的话，新加坡 PM 我，3XL， 罗子大哥，我可以做给你。OK， 然后马来西亚 WhatsApp 0182182727，我要 PM 我啊，要 PM 我啊，没有 PM 我，我看不到你们的 order 哈 ，OK 啊 ，PM me，OK，、okay? 所以今天我到底要讲什么呢？讲了那么久，今天 sign on the head can no problem， you want me to sign anywhere also can， all right， can help me 啊，今天呢，我到底要介绍什么呢？今天我要介绍的东西呢，其实。OK， 跟你们讲它的一点点的一点 background story 先。今天我要介绍的东西呢，除了是我的衣服呢，我也是要介绍多一个东西，就是我的亲戚自己创业。OK， 然后呢，今天呢，我想要推一推，因为呢是我们新加坡的品牌。再来呢，我的亲戚非常的年轻。OK， 二十多岁而已啊，然后呢要创业什么咧 ？OK， 就是要卖比较价钱实惠，再来呢就是价格实惠，再来呢又很好用的一个东西，然后你们每天都会用到的，到底是什么咧？是 Dilam， OK， Dilam， 我今天要介绍的是 Dilam， All right， 然后呢这个牌子呢？这个牌子呢 ，Azona 呢，今天刚刚出生 ，OK， 今天刚刚出生，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呢是要给大家一点点比较好用，再来呢价格又没有那么高的底蓝，然后呢它的这些底蓝呢里面呢都是foam， OK， 可是它的 foam 啊不是那种 rebound foam， 然后我会给大家看它的 foam 差别到底在哪里 ，OK， 它的 foam 呢？它的 foam 啊，我开给你们看啊，我这边直接开给你们看。如果你们在外面买的 foam 啊，有时候你们会看到它是那种比较软、比较扁的那种。然后这一个呢，今天的这一个 foam 呢，它是全部都是 foam 买的啊，不是那种你们住如果你们在外面买，你们看到如果你们开里面啊，它里面的 foam 哦，有很多很多的颜色，有没有照片啊？有很多很多颜色的话呢，它都是很多不要用过的 foam 啊，全部。搅碎了过后呢，再掺在一起，变成一个重用的一个foam。可是今天呢，我们的foam呢都是重新做的。再来呢，我们的这个是旧的，以前的 ，OK， 就是把全部旧的foam砸了在一起，然后才放在一起的 ，OK。这个是 rebound foam， 可是今天我们介绍的呢是 high density foam。什么叫 high density foam 呢？就是它的。它是一个高密度的一个 foam， 然后呢，它比较可以耐用很久 ，OK。然后这个 Dilam 呢，它的厂商 manufacturer 呢是在新加坡，所以这个一个 local factory 做的 ，OK， made from local factory， and inside got no spring 啊，就是单这个 foam， 然后是八寸的，你看 is 8 inch right？6 inch， 这个是6寸的 ，OK。然后我给你们看我们的新加坡的厂 manufacturer， this is the shop， OK， 就是那个 厂商叫什么？厂地，工厂啊，工厂， this is the 工厂， OK。来，这个是
我们新加坡的工厂，然后我们的货呢都已经是做好好了的 ，OK， 然后等一下会给大家看。哎，今天是真的是走比较 affordable 的价格的啦 ，OK， 然后外面的这个呢都是用 bamboo， 它的那个外面这一层呢是用 bamboo 做的 ，All right。然后他们很多人就会问说，用 foam 跟用spring 到底有什么差别呢？用 spring 呢，它是比较 hollow 的 ，OK， 所以如果你们用 spring 的话呢，它会用久了，然后会慢慢的沉下去。可是是这种高密度的 foam 啊，它不会那么容易沉，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用了很久 ，OK， 用了几年 ，Hello， 听不到，他们看不到你。他们看不到你，你爸爸嘞？你爸爸用了几年？五年。他的爸爸睡了这张床，睡了5到6年 ，OK。可是呢，他的床没有事情，还在用着 ，OK。现在还在用着。然后你们猜价格到底多少钱 ？OK。然后他的这些布料呢，都是选择比较高级一点、比较好的一些布料啊 ，OK， 都是 bamboo 啦。然后这个呢是 single， 在 single。Yep， super single。This super single。Yeah。Really 咩？你说 look like single 咧？两万的 is super single 吗 ？Yeah， this one is single， OK， this one is single。然后一样呢，都是有四个 size。可是我跟你们讲，这个呢。它的硬度呢是大概啊8.5 out， 它的柔软度大概是8.5 out of 10， OK， 8.5 out of 10。然后呢，这个是比较适合自己， OK， 如果你觉得说，哎呀，不用买到这样高级的床褥啦，不用买，那普通普通的就可以了。这个呢是我们第一种，然后它是这种 firmly sleep， OK， 它的名叫 firmly sleep。然后这些foam 的床褥呢，它里面呢是。不会生成螨，然后它还可以帮你 control bacteria， 还可以 control mildew， 还有 fungi and mold， 所以它不会那么容易生灰尘还是什么。Your boyfriend brand， yeah， my boyfriend brand， OK， my boyfriend brand， 他自己创业， OK，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如果家里有用到的话，你们都可以买。他们猜这张新歌288错。OK， 我跟你们讲，今天这张床卖多少钱 ？OK， 然后今天这张床呢，卖你们新币 ，include delivery 哦。OK， 新币卖你们120 ，correct 啊？多少钱？你没有给我 price list？ 哈？128 ，OK， 128块 ，OK， 免邮128块免邮啊，今天的呀，因为今天第一次亮相嘛，对不对？然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去 follow 他的 Facebook page。Hello， base 做工，你很慢。Hello， 快点，手脚快一点。你看我的男朋友做东西很慢的，真是的。Hello， faster。OK， 所以这张呢 ，OK， 给你们看价钱。OK， 这个呢原价本来是180块 ，OK， 它是 6-inch 的 single， 然后它是 firmly 就是比较硬的。如果你们喜欢睡硬的床的话呢，这个是今天卖128块，可是呢还有送哦，还有送你们，喂哈，有送你们一个这个抱枕，也可以当作是枕头，所以如果你们要用的话呢，你们可以跟我一样这样睡觉，还是当作 pillow 睡觉 ，OK？ 所以今天这一个枕头呢，我不懂你外面买会多少钱呐、啊，把今天我们送啊，还包邮 ，OK？ 然后呢，它的这个 bolster cover 是一个 extra 的一个 cover 啊，所以这个如果你们要拿去洗的话呢，你们可以拆出来，然后拿去洗。OK， 它里面是这样的，把你们如果不要拆掉的话呢，就直接要放住这样，然后用那个 cover 盖住就 OK 了。它里面全部是 cotton， OK， all is cotton， all right， 所以这样子 like that， this single bed 的 8.5 的硬度柔软度的床呢，这个呢 single size 是卖128块包邮，还有送一粒这个枕头， OK， 然后如果你们是要 OK， 看这边。如果你们是要买 single 的话呢，你们就打 FS1+1， OK， FS1+1， 价钱是128。Before 他们 make order 啊，有三种啊，要讲好。号码？没？电话号码？我send你啊，80286202。
鞋。没有。还有。有三种，等一下他们定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今天我们有三种。我跟你讲，我要被我男朋友气死了。哎呦，我要高血压，我很热哟。OK， 所以今天有三种，今天介绍的这个是第一种啊，然后它是有 single、super single 跟 queen。OK， 然后 super single 呢是卖168 ，queen 呢六寸一样是卖268。每一张床呢都会送一个这个 booster， 然后全部都是包邮。有什么问题可以问。OK， 可是这个是第一张哎呀，就是如果你们比较喜欢睡那种比较硬硬的床的话呢，你们可以用这一张床。OK， 这一张床，如果你们要下单的朋友，你们可以直接在这边打那个 code， 不然的话你们也可以 WhatsApp 我们 WhatsApp 这个号码8028-6206-6202。OK。8028-6202都下单哈。Got king size. Okay, king size. I show you. Okay, but 我先 briefly 跟你们讲多两个哈，因为我要介绍最好的给大家。然后我现在在睡的呢，也就是介绍最好的。等一下，还没有啊，还没有啊。我先给你们看另外一种。Okay, 另外一种呢是这个 dual feel. Okay, 为什么叫 dual feel？ 因为有时候啊，有些人觉得说，哎，我比较喜欢睡。软一点的，我比较喜欢睡硬一点的，可是又不要太软，又不要太硬，怎么办呢？我们的这个床褥呢，我给你们看哈。等一下啊，我现在要做啊，Sam要搬那个整个床开给大家看。Alright， 所以这一张床褥呢，它的里面哈 ，OK， 给你们看。你看它是有两个 color 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黄色的上面的这一层呢是比较软的，然后下面的这一层呢是比较硬一点的，所以如果你们比较喜欢睡软一点的呢，你们可以用这一面。 OK， 如果你想说，诶，我比较喜欢硬的，你就翻另外一面，你就睡在这一面。 OK， 所以反正很多人会讲说，诶，反正我都不知道哪一个 feeling 我比较喜欢，哦，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因为呢，如果你们要下来公司看的话呢，就是这一个 showroom 看的话呢，你们都可以下来，因为我们是在 Amogyo Industrial Park 2A， OK， 所以如果你们要下来这里的话呢，你们可以下来看，一样 WhatsApp 82026，哎，8202啊，是吗？8028-6202 ，OK， 如果要下来看一样 WhatsApp 这个号码 ，OK， 然后这个 Dual Feel 呢，因为它。比较 atas 一点，比较 high quality 一点，因为我们每一个床褥呢都是一样啊，可以抗尘螨啊，抗细菌啊。呀， yeah, 对，这个有两面，有 WhatsApp 嘛？有硬有软。很喘，等一下，给我休息一下。哎呦 ，OK， 然后这个 dual feel 呢，一样呢是 control dust mite， control bacteria， control mildew， 还有这个 control fungi mold。然后它为什么叫 dual feel？ 是因为呢，它有一面是硬的，一面是软的，所以看个人。因为有些人喜欢睡不要太硬的床，你们就可以睡这个比较硬的。然后如果要睡软的话呢，你们可以转用软的。OK， 就是两面都可以用，就看你们要用哪一面。OK， 然后今天的这一张床呢，它有 single、super single、queen 跟 king。OK， got four size for this bed， and then 这一张呢是 super single。But then single 的价钱呢，原价是288，今天价钱是188 for single 啊， single is 188， OK， 然后 super single is 228， OK， 228，然后 single 跟 super single 都是六寸，如果你们要queen 跟 king 的话， queen 跟 king 都是八寸啊， queen is 388包邮 ，and king is 588。king size 的 dual is 588。可是我跟你们讲，这个还不是最好的，还不是最好的。OK， 有什么问题？可以看 queen size 吗？可以看 queen size 吗？可以，我现在马上给你们看 queen size。OK， 来，这一个是 dual 啊 ，dual 是这个。然后我跟你们讲，我现在每天在用的呢，就是。不是我每天在用，我男朋友每天在用的呢，就是这一张 ，OK， 他用的就是这一张 Comfy Sleep，OK，、okay? Comfy Sleep， 为什么他叫 Comfy Sleep 呢？来，老板自己来 explain 一下，为什么叫 Comfy Sleep？ Then this one is what difference？ OK， 这个它有经过一个 process， 比较防水，
所以这张床会防水、啊、可以挡水吗？不是防水、啊、叫 resistant to water more resistant to water 所以一有尿啊、欸、它里面的风跟那一个那两个有什么差别？比较 high density、yeah. OK 所以这一张呢叫 comfy sleep 然后它会它是一个 medium firm feeling 就是跟那两个不一样就是比第一个软一点点就是不会太硬那个硬那个柔软度呢是大概是 about 7.5 out of 10就是比那个软一点点又不会太硬的那种 OK 然后这一张床呢它一样诶对这个是 water resistant OK this is slightly more water resistant 所以如果你们要可以倒啊真的可以啊倒吧来那怎样倒 ？Just pull 啊？那你的那个会重吗？倒布啊？还是倒地浪？倒啊！真的、啊？他叫我倒哎、欸！等一下你帮我弄干。喂？连这个是什么？怎么办？它的那个皮。啊。它的布会比较 water resistant。Tissue paper。来。连他现在是什么？是吧？连你把 explain to me。就是说它的那个水分哦，它会吸进去那个底单，所以你们 just 拿一个 hair dryer， 它就会弄掉了。Oh serious？ Yeah。Can open？ Okay, 可以开的吗？那个是在另外一边。那个是在哪里？这边走。在那边。Yeah。OK， 那我可以直接开在我开这个地方呢，我直接倒嘛。可以。这个是 queen size 啊 queen size， 然后这个是 comfy 是长这个样子的。OK， 现在我，诶，它里面呢，它的foam呢是 gray color， 就是它的差别就是在这边。那这边一样啊，两面的，一个比较硬一点的，一个比较软一点的。OK， so got two different， 所以如果你们要翻的话，也一样是可以的。OK， 然后这个呢，就是比第二个好一点点，就是它是防比较 water resistant。OK。然后你们拿 hair dryer 吹啊，比较快干 ，OK 啊，就是如果你们家里有小孩子比较容易尿床的话呢，你们可以用这一张 ，OK， 来，然后我再倒水啊，这边再倒多一次，哦，弄到地板了 ，OK， 等它现在吸进去，给它吸这边一点点，给它倒多一点，哦呦呦呦呦，赶紧倒，我要 queen size 多少钱 ？Where's my 价钱表？来把价钱表 ，Faster give me 价钱表 ，OK。等一下啊，我现在要开里面。一下子我们会把全部的白丝放出来。OK。来，你看它里面，咦，它的封不会中水，因为它的这一层布呢是有这一个 waterproof 的这一层布的，所以它的这个水呢是不会动到你里面的这个封。你看里面是干的，它外面挡挡，可是它里面呢，你看。这一面呢是防水的 OK 防水的、啊、然后如果你们要这张的话呢，这个是我睡的最好啊，我最喜欢这张了，因为呢它再来是防水，如果不小心倒掉我的饮料啊汤啊，它不会撞到我里面的那个床褥 OK。 所以今天这张床呢新全部都是八寸啊 for comfy 全部是八寸，然后新哥呢是原价是450，可是今天呢卖你们288.288 ，Super Single 呢是388 ，Queen 是588，还有 King 是688 ，OK，Queen、okay? size is 588 and King size is 688 ，OK， 所以全部的这个床的价钱呢都是有包括送货的 ，all include delivery，OK，、okay? 然后还有送你一个那个 booster。那个 booster pillow 这样子一定有送啊，然后要下单的朋友呢，你们都可以去 WhatsApp 我们的客服80286206 OK， 还是如果你们想要了解更多的话，一样可以 WhatsApp 这个号码哈。然后要送的是什么呢？要送的呢就是这一粒长长的这一粒 booster。OK， 那个 color 它有很多 color 的啊，所以我们会随机送去你们的家，然后你们也可以让我们知道你要几时送货 ，OK， 好吗？如果要下来 test 的朋友呢，一样可以先WhatsApp 我们，让我们知道 ，OK 啊，可以吗？
现在我要回答问题了，然后我再慢慢的跟大家解释 mattress light easy to handle. Yeah, the mattress is super light. 连我一个那轻的人哦，我都可以 carry. Can bin address and come to showroom over weekend. Yes, you can. 可以明天送货吗？明天有一点点难呢。OK, 你给我们一点点时间，我们的 delivery 呢是最快啊，可以给到 3 to 5 working days 啊， 3 to 7 working days。 你要7天。如果要那个两面的呢，就需要 7 working days。 OK, 好吗？可以吗？等一下啊，巧儿明明讲聊天，没有，本来是要聊天的，可是好，他叫我帮他，我可以自己去载，可以啊，如果你们要自己载的话是可以，可是呢我们没有现货，我们这边没有 ，OK， 这边没有，好吗？有什么问题？现在我去拿可以吗？阿哥，我很想现在给你，可是我没有这个新的货给你，可以 COD 吗？我们不可以 COD， 原因呢是因为我们有中过啊，我们送去那边顾客讲，我没有 order， 我不要了，所以我们的那个顾客，我们的送货人员去了那边就走了。With or without bed frame, without bed frame, without bed frame. 马来西亚可以买吗？马来西亚这暂时不可以，可以暂时不可以。可是我们会安排。来，号码呢？是80286206 ，OK， 80286206，好吗？这个月18到25来 KL， 对，那个哪一个 showroom？ 你可以 WhatsApp。我们的客服，然后他会给你我们 showroom 的地址， okay? 他会可以货到付款吗？我们不暂时不能接受货到付款，因为呢，我们中了很多个顾客，他们买了过后跟我们送到那边，他们讲说，我不要了，所以我们的工作人员又跑回家 ，can start all over again， OK， can， 来，念错号码有吗？80286206 80286206，然后我先给大家看那个价钱表多一次啊 ，OK， 那这样6202 ，OK， 80286202，sorry， 我念错80286202 ，OK， 6202啊，写的是对的，我念错啊 ，OK， 所以我们今天呢有。这个 firmly， 我先给大家看这个啊。firmly 的话呢，我们是有 single、super single 跟 queen， OK， 价钱呢是128168跟268， OK， 今天 promotion 的价钱。showroom is at Amokyo Tech Link， OK， Amokyo Tech Link， OK。然后如果你们要那个 dual 的哈，就是两面的哈。就 single 是 188， super single 是 228， queen 是 388， 还有 king 是 588。 然后最好的呢就是这个 comfy， 就是防水的 single 是 288， 然后 super single 是 388， 然后 queen size 是 588， 还有 king size 是 688。 你们可以去买6206了，可能明天会开马票，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why 我一直读6206了，我不知道为什么。OK， 所以刚才有人讲可以重复多一次吗？可以，我给你们看多一次啊，就是从头到尾 everything again， all right。 所以这个第一个呢就是 firmly， 就是单一个硬度而已啊，就一个柔软度而已。So this one is hard one firm 的，大概 8.5 out of 10。 然后呢，如果你们比较喜欢睡比较有感比较硬的床的话呢，你们可以用这一张。然后它的外面的这一层布呢是用 bamboo 的 ，OK。Will driver help to dispose the old mattress？ 如果要 dispose old mattress 的话，有一个 extra charge 啊，你们可以 PM 我们的客服。How much for this？ OK， this one can help me。 This one right， 的价钱和 for single is 128， and then super single is 168。And queen is 268, okay? This is the price for this one. Okay, wait, one more time. Yeah, okay, he will key all the price in, okay? Single 128, super single 168, and queen is 268. This one don't have king, 这个没有 king.
然后第二个介绍的呢，就是这个 Dual Feel。然后这个 Dual Feel 就是有两面的，一面比较软，一面比较硬。OK。然后你们可以看你们几时要睡软，几时要睡硬，你们都可以反的 ，OK？ 然后这个的价钱呢 ，single 是 188， 然后 super single 是 228， 然后 queen 是 388， 还有 king 是 588， king is 588 啊， king is 588， OK？ king 588。This is all foam mattress 啊 ，no spring， 没有 spring 的，没有 spring 的呀。对，因为今天是优惠价钱了，所以我们旧的都没有包清楚。然后再来呢，这个是第一次亮相，第一次亮相 ，OK， 来。然后最后一个呢 ，the last one is this one， OK， last one is comfy sleep， OK， so this comfy sleep 呢，它的价钱呢，在这里，价钱这个 ，OK， single 是288，然后 super single 388， queen 是588，还有 king 是688，全部都是有包邮，还有包一个 booster 的 ，OK， 有包一个 booster， 好吗？所以如果要下单的朋友呢，你们可以去 WhatsApp 这个号码 ，WhatsApp 8028-6202，8028-6202，wait 啊 ，You recommend is the comfy more hard type 呀 ？Okay, I recommend comfy because it is firstly it is a water resistant, okay, waterproof. 它的水啊，如果上面撞，它下面不会撞到 ，okay. 然后为什么我在选 comfy 呢？是因为它的感觉。它没有那么的硬，也没有那么的软，所以睡了刚刚好，睡了很舒服。每次我一睡哦，我一定是一觉到天亮的。The price is only mattress 啊，没有 include bed frame， OK， 没有 include bed frame， 又要念六，对吧？我差一点要念六出来，6202 ，OK， 8028-6202 ，OK， 6202 ，Yeah。Mattress only, yes, mattress only, OK? 王雷不在。如果你们要来这边看那个 sample 的话呢，你还是来 test 一下呢，你们都可以下来这边啊。WhatsApp number is 8028-6202 OK? Promotion until when? By this weekend.By this Sunday, OK? 如果要下单的朋友，这个 promotion price 是到这个礼拜天啊， this Sunday, OK?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这个牌子的 Arizona， 今天刚刚出生而已， OK? 然后也是我们 manufacturer 都是在新加坡做出来的 Singapore baby， OK? 新加坡的 baby 来的，好吗？在你心里，老乌龟啊，老乌龟在做工，要叫男朋友出来，他在做 admin 呢，等下没有 reply message， 我骂他，不可以，所以他不可以出来， OK？ 所以如果要下单 mattress 的朋友，还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你们都可以问我们啊， OK？ Singapore brand， 然后全部都是high density foam， 就是高密度的海绵， All right？ Where is the shop？ We don't have a physical shop， but then we have a office to test the mattress itself， OK？ At Amokyo Tech Link。如果你们要下来 showroom 的话呢，一样可以先WhatsApp 我们的客服，然后跟他 book 一个 appointment， and the number is 8028-6202。对，巧儿男朋友是创业的啊，对，创业的，你是代言人什么啊？来。你是代言人，你男朋友送给你跑车，没有啦，他没有送给我跑车啦，玩具车就有。这种床褥结婚夫妻是不能用，问老板是不是小孩子老人家睡这种床没问题，我不是开玩笑说的，等你们结婚就会明白，但是你男朋友卖床肯定会成功的，谢谢。 OK， 可是吼，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可以哈，他可是这个吼，他们tested and proven， 他的爸爸妈妈住过了，没有问题的，到现在还是可以的。Very good， 很好用啊。What is the contact number again? Okay, contact number 呢 is this one.
OK, contact number is 802-862-02 OK, 可以现在给我吗？我住附近。现在不可以，现在不可以哈。Now no have, 还现在我们这里没有蹲货，我们这边没有蹲货，在工厂还没有拿来。All right, OK 啊，来，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吗？我要拼那个。下单衣服没回复。哎呀，我 pass me my phone can 我问客服 what you selling today? I selling my t-shirt and mattress. OK, 等一下啊，我看一下啊。I think, 等一下我问博主。博主好像有人买衣服嘞，你可以，你们有那个公司的号码吗？ I think 他们应该是 off work 了。Made from Singapore. Yes, yes, yes. The mattress, right? This mattress is fully high density foam, 高密度海绵，然后都是新加坡做的。Manufacturer is in Singapore. 新加坡的工厂 ，OK? 新加坡工厂，好吗？然后也是新加坡品牌，品牌叫 Azona。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去 follow 他们的这个 page 哈 ，OK? 然后他的 page 呢是这个。OK, 现在有1500位朋友，我希望大家能够去 follow 这个 page 啊，去 like 一下，然后去给支持一下哈 OK, Azona Singapore, 你们可以去找啊 Azona Singapore, 今天刚刚一岁 OK, 来哈，怎么拼，哪一个，这个 OK, 等一下啊 OK,Did your 师傅 and wife use this mattress? No, don't have. They another one. Yeah, 衣服是 M 到 XXL, OK? 我的衣服也是有货啊。衣服新加坡，你们可以 PM 我。我还没有看到我的 message, 我一下子会回复大家哈。我一下子直播完，我会回复大家，好吗？应该是有啊，应该有。我这边收到了。你们给我一下子，我会回复大家。然后马来西亚呢，你们可以 WhatsApp 0182182727。All right, 新加坡一件衣服是20块，马币呢是38块马币，都是包邮的。All right, Azona.com.sg, Amogio Tech Link. Yes, correct. 对。OK, 可是我们的 website 还没有做啊，我做一半而已，还没有 finish 完啊。OK, how do I make order?如果你要买 mattress 的话呢，你可以 WhatsApp 8028 6202 and then 如果要买衣服的话，新加坡朋友你们可以 PM 我的这个 page, 然后马来西亚朋友你们可以 WhatsApp 0182182727 How to see the t-shirt OK, like that, 会热吗？啊，不会热，我每天都穿睡觉的。要怎样 PM 你？你直接按这个头像就可以了 ，OK? 然后呢，我们今天讲的所有的 mattress 的产品呢，都在这边啊，你们都可以打开来看。Promotion 是到这个礼拜天 ，OK? This Sunday, OK? 可以吗？有什么问题都可以 PM 我哈 ，OK? 然后我今天呢，号码是8028-6202，然后我也编那个今天的产品的 list 呢都在这边了啊 ，OK， 啊 J Cham 一定有货的，不用担心 ，OK 一定有货啊，好吗 ？OK， 所以今天的直播我很喘，我要去休息去睡一个觉了 ，OK， 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都可以 PM 我，还是 WhatsApp 那个号码 ，OK。对，直接 PM 我哈 ，OK 啊，所以今天直播我要关掉了啊，累了哈，要休息了，要跑厕所了，又要小便了 ，OK， 号码是8028-6202 ，OK 啊 ，This is my T-shirt， 这个是我衣服，我穿的是 2XL， 我现在穿这件是 2XL 啊，后面是空的，有黑色跟白色 ，OK 啊。所以大家晚安了，我们明天晚上也有直播，明天下午两点我有一场直播，再来呢7点也有一场直播，所以你们可以明天来看我们啊，明天下午跟晚上都有。Why you so 喘呀、yeah, ？I don't know why I so 喘 also。OK， 所以明天下午我们直播再见。OK， see you， bye bye。Bye bye everybody, good night, thank you everybody, bye!